由于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这份脱欧协议草案没有通过，那么这意味着英国在脱欧问题上将会再次陷入僵局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英国脱欧前景仍然是错综复杂，存在多种博弈，有协议脱欧、无协议脱欧和不脱欧的情况都可能出现。由于目前这份脱欧协议草案没有通过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必须在3个议会工作日内，也就是本月21号之前，拿出协议草案的修改版，由议会重新表决，并在第二次表决中获得通过。但英国媒体普遍认为，在这么短时间内拿出一套让议会满意的修改方案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此外，英国议会还可能迫使政府重新与欧盟谈判，争取达成不同的脱欧协议。这就要看欧盟方面是否愿意做出让步。另外一种情况是再次举行全民公投，将脱欧前途的决定权再度交还到英国民众手中。从目前的民调来看，多数英国民众会选择继续留在欧盟内，也就是说，在脱欧1年多后，证明脱欧是场闹剧。还有一种情况是英国和欧盟都不愿看到的，那就是英国继续推进脱欧，但无法在3月29号之前与欧盟签署脱欧法定文件，而选择无协议脱欧。这意味着脱欧后没有过渡期，欧盟和英国将面临关税水平提升和贸易壁垒增加等问题。